弟子还是十分奉行感恩的心，然后想告诉师父一个喜讯，同修的女儿被四所美国大学录取了，其中一所还给出了$28万的奖学金。嗯，这个对同修来说真的是意外的惊喜。嗯，他考了9次，他女儿考了9次雅思，没有一次考过6分的。考试前2天，师父还慈悲看了图腾，就考说他女儿考试有难度。于是呢，同修就建立一个助念群，在考试当天，有60多位精进的修行很熟悉的师兄全程帮助他助念大悲咒、清经、准提神咒、解结咒，然后同修就连续每天大量放生，有从鱼市场批发的，也有从刀下救下的鱼，每次给女儿放生的时候，同时也给师父放生，只为感恩师父为众生救助众生不辞辛劳，还在3天内给女儿画了78张小房子。然后考试的当天，师父在观音堂中来了一位平时不来的菩萨，就是文昌菩萨，当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有求必应，请来了文昌菩萨为同修的孩子考试加持，到今天为止已经收到了4所学校录取通知书，而且都是雅思分数没有到分数线的破格录取的，所以同修一直没想到奖学金这种好事都会发生在他女儿身上，因为他女儿成绩并不是很出众，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，也感恩帮助过他们的师兄们。嗯，太好了，恭喜他，因为很多事情一个是靠师父加持，第二靠自己努力，第三呢自己因缘和合而成，那就成功了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对，他雅思分数报都没有报，他居然被这么多所学校录取，还有$28万。你说可能不啦？你说可能不啦？太不可思议了！正常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不可能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其他没什么问题了啊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。好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再见再见。